在那个现在很热门的新店七张的那个玉龙城那边喊价到80几万，两三千万了，连水电都不是他付钱。现在叫我打个小麻将，输1000块台币我都会心痛，就没有以前那么放纵了。农历年我自己过了，反正找个什么女朋友啦来陪陪我啦，觉得就够了。这方面我已经断念了，不考虑了。六根清净就都不会。我们家里就有装那个监视器，他们在全世界都看得到我。我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，或者倒下来了。他们也看得到。庞大哥报报，全新配出3000万新宅，南滨止步，美金户头遗产已决定继承人。点击鼠标和心意，传达爱你的秘密，在心里，从此永远有个你。招牌红卷法数十年如一日，曾在秀场横着走的大白鲨陈金佩以开黄腔唱好歌闻名。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？年前他捎来了消息，现在就是要比赛谁健康，活得长。百超荣誉之间有30个活到100岁，我现在的年纪都可以做免费体检的，大致 OK 了，80%以上又不错，血压也没有保持，也不会很高，情绪不能够有压力，然后睡眠要好。我的血压高是有点情绪化，我感冒或者睡不好就会高，一直睡不着，那我又不大愿意依赖安眠药，就开始心脏砰砰，心就一直跳得很厉害，就自己打电话到楼下叫管理员叫个计程车，就去挂了个急诊。那医生说可能你刚刚换了一个新的环境，有一点不适应。刚刚进去的时候血压飙得很高，170多，打了一针就好了。本来我每一年过年都到国外，只有今年我没出国。一方面我换了一栋新房子，我美国一个很有钱的妹妹，他们因为孝顺我妈，那我妈呢就交代说娱乐业就很泡沫，一定要照顾我，一定不能让你的姐姐到老来有这个生活上的或者健康上的顾虑，你一定要照顾她到底。我买在那个现在很热门的新店七张的那个玉龙城那边，喊价到80几万，两三千万了。保安帮我请了一个每个礼拜来打扫了照顾了。一个清洁工，连水电都不是他付钱。那我这几年我自己的表现也很好，年轻时候犯的错现在都不会犯。现在叫我打个小麻将，输1000块台币我都会心痛，就没有以前那么放纵了。晚年生活就是过得开心快乐，那也不太喜欢再往国外跑了，不用了，我现在已经习惯一点，反正找个什么女朋友啦来陪陪我啦，等到年纪再大一点就再找一个可以24小时陪伴，我觉得就够了，不要在这个男女的方面动脑筋，这方面我已经断念了，不考虑了。六根清净就对了，都不会。我就在家里买这个外国片 Netflix， 又买大陆剧的爱奇艺，我就在这个戏里面一样啊，去感受人家的事情有意，我不用自己跳下来，亲身的去真刀真枪的自己体验。那个有正面就有负面，有的事情你想再多也没有用，是不是一定有人在你身边你就会没事，也不是一定没有人在你身边你就会有事。就我们家里就有装那个监视器，他们在全世界都看得到我。我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或者倒下来了，他们也看得到。不动产我都不用我的名字，那其他的买的都是一些美金的定存啊，那保险啊，那个的受益人都是弟弟妹妹。我的钱有多少？对啊，可以告诉你。三立娱乐新闻说的也是啊，报道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就可祈求。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